咱搁再继续研究，哈、哦，研究。咱顶一点钟是分析这个饮食，饮食有东西补，哈、哦，有来西补，有饮食补。哦，啊，有熟悉保安，安尼，我资料是接来是安尼，所以我头前有讲到东西保迄、那个卖茶的生理人，伊呢救一个妇人啦，啊，到几点钟后，这个生命都无去哦，拖甲出血死啊。啊！即马咱接落就讲王太后。啊，王太后伊即马互小名李翰林甲讲，讲伊犯着亚麻疹，啊，搁在停下锁口，将来一定爱饿死安尼。啊，饿死了，伊就知影讲疫苗都既然接摆啊，啊，就买当去甲因迄个岳父，就是因丈人啊，甲讲伊要含因查某囝离婚安尼。好、哦，咱顶一点钟是讲到这，哈、哦。现在咱搁来甲看课本啊，这拢有迄个是啊。但是现在伊唔着讲，要等于甲因个丈人啊讲，讲要含因即个个未婚妻离婚，但是伊个心思荡荡啦哈，买啊抓遐哈，心思荡荡。啊，忽然间伫路边哦，无意间去踢着。踢到一个薄荷啊，安尼，先过来，哦，踢到一个薄荷啊咧，啊，迄个薄荷内底吼是包啥？包一个鸭，鸭伊一个甲拍开哦，内底端两对金环，啊，甲两条金链啊，安尼，价值差不多1,000,000元。啊，这了，伊当时心内就想讲，我既然命运应该爱如此。那么我客栈嘛无路用啊，客栈无用，即马伊另外搁再转一个念，讲捧起一包金器的人，可能进足着几万的，啊！再只包我客的准担树啊、卡啊、坐啊呢，加等人要等来找一个啦。啊！在底下坐中间吼，无外久看到一个青年，含伊差不多平社会，大约头20岁啊，啊，骑一只马吼，安尼。足生高，足生高，啊！目睭安尼上，安尼上，要来到伊面头前。啊！即个来到门头前的中间哦，迄、那个青年看到王太后伫啊伊啊，伫树啊脚遐个坐。即么即个青年就我来甲讲，讲拜托你，你唔到捡着一个保护猴无安尼？伊讲我就是即个个增加增援会的使用人，我叫做苏兴安尼。吼，因为孟关贵吼，找我去甲因大姊摕一寡金仔来，就是因为孟关贵查某囝要嫁，啊要嫁因阿哥，用在集团甲连啊要互伊做嫁妆安尼。我今日即阵啊无客等伊吼，我可能会放公司安尼。我说即卖王太和，就准摕一包包好看，讲是毋是一包，伊讲对。啊！一个头盔哦，金环两对啊，伫咧金链啊，两对啊，伫咧。啊，伫咧了就包包，伊即么即个即、這个苏兴，就摕一挂翠银要给即个王太后，王太后无要甲收，无要甲收，伊阵等啊。即么王太后和苏兴分手了，继续行，对伊的故乡上江府即个石行关来啊呢，来关来了呢。这个路途端遇到落雨，啊，遇到落雨吼，边啊有一间破庙，吼、哦，黄昏啊准入去破庙庙安尼，但伊即嘛入去破庙，伊中间啊忽然间内底一个查囡啊，一个姑娘啊伫内底庙，迄、那个姑娘啊真水，有那伫遐个庇护安尼，但即个王太后吼心无歹念，准较紧走出来。照着伊安怎讲，伊讲这个查囡仔的命是真要紧。我若搁在这庙内吼，搁第三只人来看到，会误会安尼。伊才转来走出来，
秘伫迄个人钱卡里，迄人钱卡吼，安尼半落雨半压着安尼，准到哭甲天光。伊对这个真水的这个姑娘，并无起出一种的歹念安尼。啊，甲天光的中间，这王太后身躯半半的要离开，忽然间这个查某囡仔准出来，讲你这类正人君子吼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？好，伊讲我就是兴隆村的王太后。即马即个查囡仔讲，拜托你，你保护我倒来阮厝安尼。因为今仔日吼，在当时迄个时阵，诶，即个西方有哪无解好？啊，王太后就送伊倒到因厝，送到厝之后，因老爸即个查囡仔就甲因老爸讲，讲即个伊秘伫破庙林，王太后入去较紧出来，即证人讲好听呢。因老爸准办一挂酒菜饭好食呢，了甲当去。但是王太后当下甲即因丈人啊一处，甲因丈人啊含冤话讲，讲我要含恁查某囝断掉即个婚姻的关系。即嘛即个因即个丈人啊吼，甲问讲，你是毋是知影阮查某囝生命？你无爱甲娶，自从恁厝即个个家运衰败了后。你忽然间十六岁失踪，啊，就三四年拢无见过面。阮查某囝哭甲青骂，你是安怎样要离婚？伊即卖总甲因官甲即个丈人讲讲，我毋是，我毋知恁查某囝青骂，我就是因为看命甲讲，讲我犯着爷妈钱，我爱饿死，吼，啊个短命，我无爱互恁查某囝受寒呢。啊！即即行冤过，就因只丈人甲讲，阮查某囝若酒馆也是伊个命，伊贫苦也是伊个命，无论安怎你爱甲娶伊安尼。吼、哦，因为当时咱即个女人吼，经受着即个劫。既然恁老爸含我已经四百未婚啊，即、这个囡仔，即、这个查某囝是你个某啊，你一定爱甲娶伊安尼。王太后不得已，总啊。等于伊故乡哦，整理一间破厝啊，啊，即马总甲带过来，啊，带过了，王太后心里想讲，我身躯内底存无几两银，啊，我变作找你医生，出来举一条椅啊，出来伫咧门口定啊坐安尼，啊，坐中间坐到即个已经到要十二点啊，要甲煮死啊，伫遐想无多，忽然间看到吼，迄、那个郑秀平一团火。安尼金丝时阵，直直登登登登来到迄个壁角，准无去安尼。啊，即马第二暗，搁再处理第二节，迄团火搁再登登登登来到壁角，伊搁无去安尼。啊，即伊就准入去准甲因即个某讲，因某甲讲，你明仔载吼注意，看登到第一点无去安尼。而且来个注意看，总揢一个物件，甲藏倒遐做记号。家人吼，因某甲讲，你来学看卖啊，可能内底有宝器。啊，就开始家人来学，内底拄啊黄金八百条。安怎样吼？黄金八百条，现的中间吼，伊就准发展起来。真是啥啦？七八百条吼，准发展起来。所以王太后得到迄金啊，开始起厝啦，去开宝行。佮开银楼安尼，了后吼，准发展起来，变成伫即个石行关第一号嘅人。伊本来饿死啊，啊开变安尼，所以即个东西往台发达了，伊想着过去种种嘅命运，啊，佮迄个李翰林迄个导师佮讲，讲伊饿死伊嘅短命，煞变成无共人。啊，才开始伊阵无相信上命嘅。上面拢无相信，讲你甲我讲，我会饿死，会短命，会贫苦，啊！现在我今日发展发展安尼，所以迄个时阵开始了，那是导师去要甲伊化缘拢无，佮出家人要甲化缘也无安尼，独独迄个贫苦的人要叫帮忙，伊有安尼尔，吼、哦！啊，即嘛有一讲啦吼，因为即个石行关。有一条桥做万延桥，迄桥已经歹去啊！
但是唔过，即个地方的人想讲要修理咧，唔过找无钱。哦，去化缘，因为迄个所在是一个地方的中间吼，要化缘，无人要出钱安尼。化缘真衰啦，所以迄个时阵，即个济公从开始去县长讲，吼、哦，去含县长，济公含县长真熟悉，打嘛打的中间哦，即个县长总甲讲。这条万延桥若是无修理，这将要袂行起来。啊，这个济公甲佮讲，啊，你是毋是为着这个叫忧愁？伊讲对，伊讲简单，安怎简单？我来去甲迄、那个，这个王爸爸呢，来甲王元规划用一万两银给你安尼。伊讲哪有可能？恁出家人去到门口。伊内底灯光就动起来，你哪有可能？伊讲有，我会绝对化缘一万两银来，互你做这条万年桥。啊，这么这个济公就去到王元贵遐。王元贵遐吼，伊即马就甲这个灯光过门的这灯光讲要甲元贵化缘安尼。啊，这个灯光就讲你免讲啊，啊，你免讲，阮元贵上气恁这出家人。啊，甲气道士啊，吼、哦，伊讲好，那是安尼讲吼，无你入去揢木板、木啊，甲笔，互我安尼，吼、哦，借我一个，即马伊就即个灯、即个光门，就入去揢出来，揢出来了吼，伊即马甲写呢，恁即马甲看哈，第四章，即两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吼、哦，第九章尾也开始看。伊讲昔日上江文殊病，含灵道我一世强。如今忽然生机福，皆因所行马脚用安尼。吼、哦，总啊昔就是吼，啊即嘛了后，吼、哦，伊即嘛甲发讲化缘的人来啊，化缘的人大声甲发，啊即嘛即个济公准离开。离开了，这王元贵出来，看到这首诗，讲昔日上江文殊病，含灵道我一世强。如今忽然生机福，皆因所行莫用。看这阵条件，这个王元贵条件，伊讲是安怎样？我的过去无人知，是安怎开？这个济公知影，伊讲安尼，这个济公一定是一个活佛安尼。啊，那么这句话是安怎呢？这个所行吼。这个上江府问迄个主病，就是迄个相面先的。啊，迄个相面先的，甲伊讲个，讲你一世人拢善吃，甚至拢会饿死安尼。但是为什么你今仔日忽然间变些好业？就是因为所行甲马脚用。啊，所行在上面，就是迄个因缘会，叫伊去甲因大姊。摕两对手环，甲两条链啊，要当下互因孙啊做嫁妆的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垃圾，迄个塑形。啊，这个马玉容呢，就是啥？迄、那个秘地破庙内底迄个姑娘啊，伊就是这两条阴德，今仔日庙即时变，都几个月啊，庙都变啊呢。所以我要甲谁讲一个吼，你记一句话：人家做，天家看。今日是如果这个王太和那是海莲啊，客的准客等的吼，这个苏兴喜，这个王太和可能会急速对了，哈、哦，甚至伊对迄两卡两双手环甲两条金链啊，伊并不贪心，所以较紧行的，等于救苏兴一条命呢。搁再来呢，因为迄个破庙内底的马玉容，伊内心拢总无起邪念，一点仔邪念都无。那一般即个傲少年啊，我讲傲少年知影吼，硬强都要共强啊，何况破庙内底干那一个查某囡仔尔，所以伊较紧为着伊的名声，伊较紧出来秘伫迄个破庙外口，而即个银钱卡安尼。天给看，众神给看呢，啊，这样就给敲敲敲敲敲，敲到去在乌掉因老爸啊，
同时代的这个七八条金条安尼，得个敲出来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中间吼，搁再讲哦，这两种音调所音苗能够话都变到当样。所以这个做万年桥代志，即嘛这个济公，哦，这个个所，这个个王王二忠叫伊个家庭，靠近伊玉济公当安尼。这个玉堂个中间吼。吼、哦，伊就甲讲出来，即马即个王元贵讲，万恩桥的钱看做偌济，我拢出，甚至我叫我内底家庭去帮忙安尼，拢当去当做好事，因为迄拢用人工的嘛吼，即马去做桥，唔是拢用人工，所以你啊，即个济公看到王元贵这种的发心，啊，佮再去做万恩桥，佮再派足个灯光来到做安尼，济公准伫万恩桥遐看。看中间，伊什么总甲伊即个底下个造桥的人讲安尼，甲讲安尼，恁即马甲看过来四十、五十七里的第三座，哈、哦！伊即马即个谢公总甲因讲讲，心好命也好，富贵将到乐，命好心无好，中道要直道，哈、哦！命歹心好。心好命就该好安尼，吼、哦！伊讲有一种人命真好，啊心运啊真好，当然伊今生今世富贵食甲老安尼，甲老拢富贵报。但是有一种人是命真好，唔过心无好，中途都败落啊，中途一定败落。先问来伊个再讲一下。命若歹，啊心若真好，心好命就改好安尼，变好起来。安了解吼、哦？所以这中间以上所讲的这个故事的，就我采取这公端来对一段。我前日唔头甲您讲过现实，而这个安阳宴吼。咱这个进前吼，有一个立法委员叫做贾克代，看吧，阿伯，有主持一个节目，这可能我那跟您讲过啊。迄个节目就是去采访安阳医院的。安阳医院内底吼，十几个老人，六十几岁，迄内底伫安阳医院的人，拢总是过去的富商。哦，拢总是进内底人员哦，有过去的富商。哦，啊，甲地方的老大。你敢知影？县区拢车灵车红，敢知影吼？富商就是过去的好业人，啊，这过去的好业人吼，即马败落啊，为伫安养院吼，去福建啦，人都甲饲啦，啊，迄个都人甲服务安尼，啊，服务的中间吼，我有看到。服务的人就是一个四十几岁的妇人郎，这个四十几岁的妇人郎吼，甲因洗衫，甲因剃头，啊，甲因洗身躯，啊，搁揽起揽落，甲因换衫呢。啊，你甲想讲，食客在就讲讲，在地方的老大，拢是真费力安尼，冤家相拍有诶无诶，强悍，拢是做这代志，少年时拢安尼。所以今日不归路，那么在好业人就是少年的中间得志，生意做一个大，就安尼浪流连安尼，到尾拢败落。这个就是前半世好，后半世败安尼。后半世会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伊挥泪嫖赌淫安尼，今仔较造成这个立
这个下场出来。啊，但是这阵人哦，这阵人哦，迄、那个去解服务，迄、那个是义务服务的哦。该剃头、洗身躯、洗衫，啊，得个染一身躯哦。但是伊当初这个要解服务这个人，这个负责人哦，要去遐服务的中间，因人反对，因亲戚拢唔肯。不过这个负责人哦，人生做真庄严，真咱世间公公也做真水啊呢。身躯圆圆吼，差不多五尺半，生了体材真好看呢。安尼唔是第一个服务，啊！你敢知？这阵人，这阵安永年，这阵人，我讲一句较粗俗，啊，佫唔正教安尼，唔正教听吼。佫在底这个福建人的面前，佫在讲那个黄腔，在引诱他。迄就是讲死未变就对了，听好无？已经嫖赌瘾败害，甲今仔日安尼啊，这个去甲服务的人，伊阁想要甲伊糟蹋武将。所以我咧讲哦，咱今仔上半世得罪了大多数的人，对这个人品道德哦，拢把握未住，因为因无道德观念，无道德观念，就是因为因无文化，唔知讲人。应该安怎做才对？所以一个好业起来，煞嚣摆安尼，安尼就是命好，心无好，中道夭折道安尼。安听无？所以咱有钱唔通嚣摆，绝对唔通嚣摆，一定爱好好落实。就是你需要讲布施，爱布施，因为布施的净福，吼、哦。布施的情况，啊！你本身吼很爱惜吼，你这么看现实，在企业家看偌济倒落，安尼个想恁就知影。这南部几个富有的人，看偌济倒落，安尼恁就知。有一种人，伊一个发达，伊嚣摆，啊，就浪费，浪费这个叫做无修福。啊，有一种人，伊唔肯赞助贫苦的人，无赞助贫苦的人，伊就是无正福。今仔日你若修福，搁再会用布施，这个福福就愈长，叫做富贵中道喏。安了解无？安听吼？啊，你若讲今仔日嚣摆。吼、哦，啊，都也唔肯经济贫穷，啊，搁在一个钱，你开浪费，要甲开好了，啊，唔过你唔肯自重，人家讲一块破鬼都唔肯给人，这个就是中道夭折道。但咱今仔日如果呢讲心地善良，就是命搁较歹，我甲你讲绝对有效吼，吼、哦。有效好，都变出来了。因为因果，因果吼，都亲像影去对人。我讲影去对人的时候，咱人行到对，影就对到对。你福报那日做的，福，你应该布施日日做去，那么你的福报就连连日日对来呢。这句话叫做何福无闻。为人主教，哦、这个位，啊，那不就写这位哈？何况哦，无人开门要给你行，
你家己去做来。记一句话，你的囡仔要上架唔上架，和你的德有关系。你一生若是无要做善业，你唔免想讲你后代下代囝会孙。好，啊，你若要做善业，后壁这囡仔绝对乎你抵唔着。好，所以咱人会记着，所有的环境好还是歹，生命长还是短，健康还是无健康，拢你家己作业来，自作业，无人做乎你。所以这讲较甲因讲规迄四段代志，吼，讲心好命也好，富贵终到老，吼，啊心命好心无好，中道要一道。好，命歹心好，好、哦，那么食老，这个命就好安尼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段我就是早期吼，我看足济古典小说，看到这个《济公传》内底这段典故安尼，这个叫做东西献报，王太和东西献报安尼，迄两条阴德太大。好、哦，安了解哦。后来，咱即马过来看，看来世报，今生做做第二世的水报啊。好、哦，虽然有讲过吼，伊即马要讲来世报哈，来世报注意听。自古时代，咱即个乡村有一个人，哈、哦，一个医生叫做林仙教安尼。因为伊不但做医生，因老爸有那放足济田园可以安尼，但足济田哦，但甚至伊来都搁请足济当工安尼，哦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叫做尤万金，迄、那个当工叫做尤万金，但有一天，这个林新教因厝里头，互人。头饼两千斤的切割出来呢，但是了后呢，即马这个医生吼误会尤万金甲伊偷摕出来，啊，结果呢，这个现在阿个是旧时代了吼，准叫日本警察来抓呢，准来甲抓这尤万金登记，尤万金准吼迄个日本警察攻甲扩大成交安尼。讲到要半死，半死了，伊总改承认讲伊客着安尼，毋过甲今日感觉准死伫感觉内底了，安怎样吼？但是事后，这个林新教他发现，伊这两千斤的切啊，毋是尤万金摕，是因姑啊，叫做因姑啊偷摕出来的。但是毋过尤万金死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是冤枉怕死人。我们拍死人，即马经过无偌久吼，即林新教有那死去，死去了，即尤万金因只兄哥叫做尤万达，有一只水牛母，啊，即水牛母生一只水牛仔仔，但是水牛仔仔的目肚下面，都有三字字林新教安尼，就是即个医生死去了。来，这个福公是这个尤万金，因兄哥即只牛出事安尼，因为伊讲误会公司人，所以即马即个林姓甲爱的因厝拖累症状，这因个真公平，但是当时吼。迄、那个先两日临行搞了，唔过因厝内人，即、這个临行搞因厝内即子孙啊，买来甲尤万达买几只牛仔仔当因唔肯买，后尾几只牛仔仔转伫即个尤万达因厝去耕作，因为伊欠因即个宗族啊，因为上界无爱有两千斤的切啊，所以一定爱当物甲耕作。了解吼，这个叫做来世报。
好，我搁再插一条。咱这个，有一句成语哈，叫做“病入膏肓”。这个有哪很细不？成语这句话捌无？懂吗？对方有看吼？我再跟你讲，黑人很细部。这个病入膏肓，这个典故的一个叫春秋的时代，战国的战争春秋，就是这个什么人？这个晋景公。晋景公，伊这个人昏君昏君，因为有两个青年吼。不是什么大罪，啊，叫人家抬死啊！啊，抬死了吼，这两个青年因阿公，因阿公本来就死啊，伫鬼道里啦。替这两个孙啊吼不平安呢。有一天阵出现，这个晋景公死无几日了，出现伫个梦中，甲伊讲，甲伊讲啥呢？讲阮孙啊，小可过身尔。啊！你就甲伊处死，我心内唔愿。但是我去甲天讲，应该是去甲阎罗王讲啦吼。我去甲天讲，迄个典故吼是啥呢？我去甲天讲，天地叫我来甲你出名、讨名。但我即马我已经叫阮这两个孙啊的阴灵秘伫你内底，伫底呢一个就是伫心中内底的内底病。一个就是伫红毛下骹呢，迄个就是迄个高玉芳安尼，这两个点安尼，啊，这样就请起来了，安尼规身骨干，因为好因这个阿公甲约甲规身骨干安尼，啊，再这个晋景公吼，就叫伊国内内底这个武艺，武艺怎样吼？敢那像迄个林美迄类的，来个卜卦。啊，卜卦了吼，伊即马总甲晋景公讲，讲可能今年的麦啊，新的麦啊，你食袂着安尼。伊讲讲有遐严重，伊讲可能安尼。啊，这样子愈病愈严重，愈病愈严重，不得已，伊国内的御医看不好啊，看不好中间吼，伊这种叫人去甲晋国。讲安尼，啊！晋国尊请伊个国医来，迄、那个国医叫做医丸，来甲伊诊脉。啊，诊脉个扎实嘞吼，讲你个病我无当甲你医，因为你个病病入膏肓，膏肓啊！吼、哦，我用针灸的针也拍袂到，因为针无遐长。我若要用针甲你拍入去，爱渡过心脏，我那袂使。唔过你这药啊，要吃那真袂惊嘞。这么医院就登记，登记经过只病，差不多买三个月啊，拢总病了三个。迄、那个脉啊，脉收啊，脉收成啊，脉收成的中间吼，这个晋景公病间的人三比八，伊才拢问伊的条件，讲今年的脉啊收袂安，伊讲脉啊已经定定啊，已经收啊，啊收了伊就讲无去看煮一个脉啊饭来化解呢，吼，而且伊就脉啊饭就捧来。煮了旁来，忽然间想到讲这个母医吼，甲伊讲今年的麦啊，你食袂着安尼，啊，就拢叫人去甲叫来，叫来了，伊总甲这个母医讲，甲责备啦，讲你爱我较早死，你讲我今年的麦啊食袂着，即话就是今年修行的麦啊，你要救我死，总叫殿前的武士总甲掠去斩掉安尼，看这个人偌坏。三条了，伊在麦芽旁边买食，麦都从家听，家听从叫人家按去变数，准死伫变数里，安尼食掉无？食无掉？安尼算是东西无？迄、那个报偌紧的，在三个月尔，啊都报出来。所以我即马甲谁讲吼，有个人一念间唔掉，出家伙就很死啊，听好无？有你甲想，陈进兴、高天明、林春生、
算是东西本嘛。所以即马我讲一句较粗嘴哦，即马有足多夭寿囝，夭寿的短命，夭寿囡仔做做了，拢要给老爸啊找笑，给老爸啊无面子，给祖公啊无面子，哎，本身就清散。所以我跟你讲真的哈，别当流氓哈，都是走上不归路。有的你讲讲变过国，讲唔敢等啊，好无？到处讲收费用、保护费、啥物费、啥物费安尼，冤家相拍，太太死，吼、哦，迄算是东西本嘛。所以咱的囡仔吼，要成长吼。要成长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咱做爸母爱教养教，唔通在你讲饲大就好，随在伊，安尼咱唔通生。吼、哦，咱即马在世间法内底讲，看饲这个囝将来会当营庄要做一遍，绝对唔通饲个囝变老马，变买只唔讨趁的，买危害乡里。吼、哦，只要咱做爸母人有责任。就爱注意这点，因为现在不敢教，后来你受苦，嘛算比你嘛。囡仔无亲像囝，无亲像人，当你食老了咧，无人甲你顾啊。安尼算是受苦家己。吼、哦，这你算起来嘛是家己的东西薄啊。所以即马吼，咱这个台湾，迄、那个李彦秋讲出来。有一百万的老大人无依无啊，减催减饲，吼、哦，伫病医总共大人唔走，啊那无伫安养院钱无俾共人，吼、哦、啊当然饿啦饿啦，安尼病都登记拢倒咧啊，一百万，你看受苦，可是毋是伊家己上半世唔对，下半世悲哀。哦，这个嘛是东西伯啊。好、哦，来，咱今麦再来讲，好、哦，今麦再来看哈。咱今麦来讲，咱因咱今麦就简单因迄、那个，一故事在迄临时搞的第二伯伯，啊，第二世伯就变作啥？变作鱼类嘛，有人变作牛嘛，迄、那个算是变作鱼类。吼、哦，啊，即摆咱过来甲看，换算即个典故，可能大部分足侪人知影。即、這个琉璃王灭世家族，即、這个叫做鱼世宝。因为佛经有记载吼，世尊成道了，成道了吼，世家族去予琉璃王。甲伊操作，规族拢有琉璃王灭的。世尊吼成得了，但是当时琉璃王领兵灭来打释迦族，啊，世尊有甲扎地罗林，甲伊讲一寡道理好听。可是呢，即马这琉璃王兵领的搁在倒转，第二遍伊搁领兵来，世尊又搁在扎地罗林搁啊讲了一个等级。这段中间吼，佛陀都知影讲这个业力。草鸡灭族，一直灭族的中间，差不多要成色啊！伊即阵入去皇宫，甲因即个释迦族甲因讲，因为皇宫内底人生活拢真浪漫，啊真作业真浪费安尼。吼、哦，也先过着讲跳舞啦、啉酒啥一大堆。释尊入去甲因讲，毋过因无要参会。到尾第四遍来，即琉璃王领兵第四遍来，要来朝灭释迦族。世尊就无法哩啊！安尼当时吼，安尼规个世家族暂时甲灭了，吼、哦，一规个骨兵马来啊！但这个中间的木建人，神通地的木建人哦，用一块钵，伊出家人计用的钵，吼、哦，出家人计用的钵吼，准伫城外，因为有神通。准借给你空中，伫外口准借给你城内的空中，准内底五百个比较较善良的，准甲吸起来，用神通甲吸起来，
无爱好流离王甲杀死安尼，唔过吸起嚟个，伊出嚟到外口甲倒落，拢变血水，强劫无当。啊，这个情形，地主尊问世尊，讲啥物个安尼？伊讲神通抵不过业力安尼，讲神通抵不过业力。啊，即个情形，世尊较甲因讲。讲这个问题是应该爱成熟的，但是若有忏悔，可能就会变了呢。可是以这个代志要发生的进程，世尊有入去皇宫，叫人家亲族爱忏悔，因为无人要相信。啊，即马世尊较甲因讲，讲第五百世前，五百世吼，那按照咱的中国的这个算法哦，一世三十担。啊，十世三百担，吼、哦！啊，一百世三千担，啊，五百世多万五年。这个万五年中间吼，伊讲渐渐有一个渔船，啊，这渔船的人吼，迄、那个渔船内底有一个水库，啊，这水库的中间有一边渔船的人，咱这水库内底捉着鱼啊，这样从靠海水起来，抽海水起来，啊，一挂鱼啊拢了了了呢。啊！但是这掠鱼的中间吼、哦，有一个囡仔看到岸顶是要鱼啊在跳，伊才拢举一支锤啊，甲攻杀伊安尼。啊，攻杀了吼，伊讲到即满五百岁后，今仔日这个渔船的人就是来出世做释迦种，那么迄群鱼啊，的鱼王就是来出世做琉璃王安尼。啊，就因为你更成熟啊。因为安怎形式，伊讲，即马即个就是原因啦，即个哈，五百世情即个原因，救援的因果，毋过有一个近因，近因是啥呢？即个琉璃王吼，就是释迦宗内底一个干鼻生，第做干的生啦。啊，当伊做干那些，这个琉璃王说好，这个释迦族的人改侮辱，释迦族的囡仔改侮辱，讲你就是做干那囝呢。啊，这样一种畸形的，这琉璃王就走去北国，把北国伫北国荷兰中央，中央了，他从底下那边等下拍上来，拍上来了，唔得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、四遍，就控制袂掉啊。啊，所以世尊才讲安尼。讲在当时吼，讲鱼啊，三个迄个人就是我，迄、那个囡仔就是我安尼。伫即个操鸡灭，即个操作的中间哦，迄三天我嘛读个听三日安尼。哈、哦，这段典故。但是即马佛陀靠在甲因讲安尼，讲你今仔无见人，你虽然有神通遮大，唔过呢业力，你无可能用神通甲因破解安尼。因为夹的因的形式啊，有因得果嘛，所以这中间吼、哦，这个叫做啥？叫做因世报。这个哈、啊，这个叫做因世报。因为伊经过一万五千单个报，为什么较经过遮久？因为这个工业一定爱扣个人的下呢，扣个人的下是安怎讲？譬如讲。我就讲注意，譬如讲十个人去作业，啊，十个人个人去，唔知对对去，唔知影。但是一定爱搁在十个人有一工搁在合作会啊，这个报较报会着安尼。啊，我讲敢听有？啊，搁这个问题，我搁甲恁讲一人。银啊，讲迄尾鱼啊，讲三个，世尊读甲听三讲。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事实的事情，你千万不能说狗，不能说鸟，不能说鸡，所以哦，既然孩子说鱼，他才听三个，这个算不是你敢说动物，一定照顾吗？会不会？我现在跟你们说事实，你不能说狗，说狗你绝对他才听。讲他个，你绝对他个听。你唔通个狗啊，讲健康，你讲讲你零日，本来肩膀会痛，
你唔通甲狗啊、猫啊拱后腿，你甲拱拱，你连接这个臀部也是会酸痛的。我不骗你，搁再甲你讲，狗啊，你若甲拱脚只片，你将来两骨，你绝对生骨刺，听好无？记得哦，袂使哦。你甲筋骨、肚皮啊、阿卡，凡是你把只卡爱登去，你卖阿一个坐，你凡是卡爱登去。我正甲恁讲一个台东吼，有一个技术，七十几岁来工堂找我，伊举拐起来。伊即马讲师傅，我伫电视台看到你个讲因果，我甲你讲我因果，互你听呢。我忍两支脚一脚断去，一脚无力，所以我无两支拐袂使呢。但是我目睭歹一蕊无啥看。我甲你讲我两条因，互你听。伊讲我这支脚是用计程车弄掉的，但是要互计程车弄掉迄再去。忽然间浮现一个影像出来，就是我少年的时阵，家一只鸡仔仔阿卡安尼阿登卡，所以我去下坡都计程车弄掉啊，我只能登一卡，安尼是咪爱报？爱报咩？啊，你甲看，台鸡啦、台鸭啦、鸭脚、台脚啊啦，人底免报嘛？搁在伊个讲啥呢？讲我吼，一世人，那是有鱼啊，煮的煎的拢好，螃蟹甲桌顶，我拢对鱼目睭先食呢。所以我这目睭歹一蕊，一蕊无啥看啊。吼、哦，注意啊，叫好啊。干那细汉家一只鸡仔甲阿长看呢，伊就所需的报就报。伊一支脚都要计两只龙灯啊！细尊甲伊啊讲啥会他讲，伊他讲听啥讲，所以安尼来甲讲吼，难道你太鸡啊？你唔免报吗？咁会使讲价？我请问您，食价不要上车销，嘛是你爱家己车销啊？对不对？所以佛陀唔卡讲，叫咱未使杀生。那杀生哦，你将来都杀业报。杀业报中间有两种报：第一得病，第二得命。有无？五界中间不杀生、不堕头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甲不饮酒嘛。吼、哦，好喏，一只鸡做几啊行只喏，叫做三杯鸡咯。什么安怎样咧？佮高高一大堆哦，佮发明一个名称出来。是买鱼啊，做几行食啊？好、哦，做你想看卖啊？起码你该扫视，卡个按，啊，就安尼推，到不你个报名，你家己想。金菇你抓个阿卡，肚皮个阿卡，之后伫顶管你家漂个死摔落，你家己想看爱报名。好、哦，所以即马即个问题吼、哦。一定要注意，咱千万唔当杀业。最近我有了解吼，一个地主因翁死伫官边，佮一个地主吼最近较活来，就是住伫东市，正个拢官员。官员的中间哦，屏东这个女将地主因翁带官边四当啊，伊拢无提起。以这个少年的中间的这个问题，到尾已经在这个严重更严重啊！吼，这个包括拢碰起来，就要已经差不多要医生给诊断哦，爱搁再病三个月。可是呢，了解了，我甲问讲你到底有失业的啥？你讲我听。因太太甲讲讲，伊少年公司三尾蛇。个公司几只狗啊？
哦，伊个杀业拢会肝病，哦，蛇鸟狗，你若甲讲死，当时水报，现报，拢大多数拢肝癌，知无？所以佛陀叫咱卖杀生，爱放生，哦，所以永久含罪讲到这，后回佮佮继续讲俗世报安尼，哈、哦，爱注意哈，弥勒尊好，阿弥陀佛哈，好。哦